250克面粉中加入1.5克盐，150克开水，揉成光滑面团，醒20分钟。醒好的面切条，分成15克一个的剂子揉圆，摁扁擀成皮儿。擀好的饼泡油，10个一摞捞出控油，给它擀大擀薄，上蒸锅，水开蒸10分钟，给它修一下形儿。蒸熟以后我们给它揭开，看看薄不薄，放上自己爱吃的菜和肉，卷起来。